是公园的生活，你的 DNA 动了吗？在恩阳究竟有多少座公园呢？答案是五座。十年的时间，恩阳完成了城市与公园的完美融合。登科公园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，五子登科的故事深入人心。亭台楼阁、宣泄原池星罗棋布，绚烂的登科楼和五彩音乐喷泉会在晚间点亮恩阳夜空。站在大凉山城市公园的顶端眺望未来时，过去也可浮于眼前。十年前，大凉山还只是大凉山，但在今天，它是运动健身的绝佳去处，草木相伴，仙阳环绕。从山脚登至山顶，就可以看见恩阳地标之一——未来之眼，把恩阳的繁华掠影和葱郁绿野尽收眼底。户外的有趣就是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什么样的太阳和什么样的风。龙舟公园水声潺潺，绿道蜿蜒，河道不再被压缩挤占，而是还大家一个冰水空间。有龙舟赛事激荡起来的热烈，也有漫步水边沉淀下来的宁静。在这里，触手可及的闲适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时间和自由。码头公园集休闲娱乐于一体，曾经平平无奇的土地早已摇身变为音乐唱响地。正在打造的火锅文化城又为恩阳好去处新添一笔。这个正在施工的项目是米仓文化主题公园，它是一个综合性配套公园，有遗址公园、交流中心、主题酒店、文旅配套等部分，建成后将是恩阳的又一必打卡地点，一定值得我们满满的期待。公园是城市人的心之归处，十年时间在生态的维度里实现了热闹与静谧两全，推窗可见绿，开门即入园，看得见山，望得见水，记得住恩阳。